四名来看一下第四名。帮家里外送早餐，尾鱼啊，这是你的吗？尾鱼的吗？不可能，不是真的，真的不可能，真的。我家附近有时候就是，刚好我好比说我要去个 Seven， 然后他说，哎、欸、，Seven 隔壁那家店刚好要早餐，你顺便帮他送一下。我说我要迟到了，他说你来送一下，人家明明就点三明治而已，啊，就直接拿了就走了。第三名，看看。计程车开太慢，时速只有30公里。有，我遇过，开快一点了。我遇过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他真的很可爱。就是我一直叫他，我一上车喽，他就没有反应。我说可以走了。然后他也不理我，我说可以走了，他就突然听到说哦可以走，他就开始走，然后只有时速只有30，他有点重听，然后就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坐公车，我觉得我还比他快，就真的很慢很慢，这个合理，这个可以体会，我真的试过了，有一次我们帮忙去上那个 Life 的 Hidden Fan。对 ，Life 的一点，对，然后是七点要到嘛，然后我们就两个，因为我们六个人要坐两班计程车，然后我就跟我两台，对，我就跟威廉还有小玉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就先赶快去拦，不要迟到，就是看到外面一台计程车 Impreza， 我说选这台就对了，陆地杀手，而且还有那个时速最高达，我就立刻冲过去，哎 ，Impreza， 然后拦他下，我上车，然后赢定了，然后赶快到，车开。越塞车开超久，然后就超慢超慢，而且他还绕路。对，然后重点是我打给小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了。好啦，第三名这个理，我跟你讲，只要是工作就有各种理由，如果是约会就不会。这是他某一天的理由。对，好，第二名来看一下。嗯哼，车子鬼打墙，太夸张，熄火再来12次，太夸张，因为我不能接受。我跟你讲，我必须说是没有，那时候我没办法，因为那时候是夏天，大家有没有记得一次，我还帮他录影。然后就我满头大汗，我全身都湿了，我忘记了，不记得了，忘记了，真的，我那时候湿的，骑在那个忠孝东路上面的时候，一直疯狂的熄火，然后还最后的时候停车的时候还被南宫烫到我的脚。小鱼真是委屈你了，要不要顺便补贴你的医药费，还有车马费啊？顺便办点摩托车定期保养。上一次在八大路红白做客，然后他有迟到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没有迟到，因为就是电梯，因为要坐货梯坐太久，然后尾鱼迟到就被很七棒啊念，就说哦又迟到，我看他脸很久，我就说尾鱼你应该是电梯卡住了吧，就是太慢，他说哦对啊你怎么知道，那不是电梯，我就还顺着你的话讲下去，我想说他大可怜，我就安慰他一下说可能电梯太久，就他顺着我一直说对啊要是电梯怎么样我早就不会迟到，不要这样不要这样，这边三个迟到王都在偷懒，我都没讲过，你们三个迟到王是不把他们的惩罚放在眼里吗？你以为镜头没带到屁摸鱼啊，再没通告费再扣500，看你们可以扣多少钱，不是你们也不要讲尾鱼，你们三个也常常迟到是不是，小鹿你每次都拿什么当借口，我还好欸，我算是严以律己的，宽以待人，是吗？严以律己会迟到最久，是最近迟到最久，对，我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你几乎是可以用走的来，我觉得我平常不是那么爱迟到的，只是不小心去电影，对，真的刚刚好飞到阿杰的，阿杰我可能就不是阿杰这个阿杰可能就是一些自己的原因，我是真的都会迟到，但是我就是每次假装没事，装没事把衣服换一换，在这边就感觉就是大家已经在装法，也不会说对不起那些的，就赶快蹦。没有，我会看大家的脸色哦，就看如果有人发现的话就不妙了。发现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样子，不过从今天起咱们会特别去你们三个人，尤其是阿杰啊，菜鸟不安分。看一下第一名还有第一名，哦，把什么？什么东西？翻新把它移了。就是我爸的那个布袋戏的放布袋戏楼哦，好奇怪，搬布袋戏搞这个真的超扯，所以是你爸妈都喜欢在早上叫你做事哦，所以他们常常拿搬帮爸爸搬东西什么，你爸爸都早上5、6每天都在写剧本的，你真的也算有创意，你这还没有，就有时候就知道帮忙啊，这样我要叫老鲨鱼看这一集，他就要了，都在说谎，我人生好累哦，我人生好累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也要表扬一下，我们也有守时王。其实有很人很乖的，有一些弟弟，他们真的都很准时的，在工作人员眼中，他们都默默在记录。是哪一位？哪一位？究竟棒棒糖的守时乖宝宝是哪一个人呢？